谱节目，来到你的谱，让我们分享你的奇思妙想，让我们对臭棋和恶手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今天呢，和我一起摆谱的是麒麟。嗯，各位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咱们又在摆谱栏目见面了。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网名叫做只快一气的七段棋手，和一位韩国的网上的一位七段棋手的对局。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摆谱。好，这盘棋呢是咱们的只快一气之黑。星小木，二零星。棋啊，这棋我第一次见到。你摆啊，我就能想，能感觉到他的想法。这个我很有感触啊。我就现在啊。对对。不用走这样。正常，我们觉得应该都是这样。这是李章浩下的啊。你已经成了一种定式了，但是呢，现在这个棋啊。这位选手下这一步棋呢，他是示意走，你如果走这儿，最后啊我有尖有飞，那么说呢，这个时候可以不一定走，我可以跳这一个，破了你的模样就完了。如果你虎到这儿来的话呢，我的想法，他估计是加这一手，对，他就不用外面常规去去拆，有可能你粘到这儿来的时候呢，他补到这儿，虽然没有完全补干净，但是呢，杜绝了你点压的下法。除了这一手补没有，现在是拆了。这个拆我觉得过于强硬了。是，但在这个时候，我就是咱们棋友姐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拆还是补。那这个棋我可以断然的说要补一个。先补一个。这个棋呢，总体来说这边呢应该是白棋亏损比较大。但是呢，它亏损了之后呢，它拆到这儿，虽然这有个。这个跳，对对，但是杜绝了你点压这种预想图，然后呢，这样我还暴露出一个打入的一个弱点。但是呢，这个棋呢损得很大是什么呢？如果原来在这儿的话呢，这以后啊，逼住有先手，对，逼住是先手。现在呢，所以说这个棋作为业余选手，他能想到这儿，我觉得很钦佩。因为有一点。好坏暂且不说，但是呢，他有一种创新的想法，而且呢，这个棋他有战略战术的一种运作啊，构思和具体的运作方式，这个我觉得很了不起啊。是，结果他没有这个，拆了，果然黑棋多。彻底把那两子看弃掉，这估计也是他的一种本意。本意只是想削他的模样，是这个意思吗？这个遗憾呢，这一步棋一摆，我就觉得很遗憾。所以说，如果我来下的话，我冲着以后，他感觉就是美国电影《无处藏身》啊。这个棋啊。他如果挡到这儿来，然后我现在直接抢攻他。这个棋虽然他的构思很好，但是呢，这个棋暴露出一个明显的漏洞。如果这样下的话，我往他如果一打再一破了，这个棋明显。如果你退了，我再冲。对，这个棋不要怕重复，为什么？这个棋很饱满。所以说呢，如果走成这样的一个下法来说，我觉得。白棋这步棋要补，如果不补的话呢，那这个时候你还不如就直接单拆这一个。但是呢，这个棋又有矛盾，单拆这一步棋呢，我本来如果分头的逼住，我单走，你拆，你逼住我跳，你走，我再拐过来，那这几步棋都损了。所以说这个棋呢，通过这个实战的论证呢，证明我这步棋是对的。必须得补。对，必须得补。但是呢，这个棋啊，你如果抓不住
它的漏洞的话呢，那么说白棋相反还占大便宜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达到了棋子的目的啊。是这样，贴一个搬上去，搬住，一起搬，贴住，贴住，连搬，打。其实有的时候看。看棋迷朋友啊，就说各国的棋迷朋友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帮助。为什么呢？可以开阔我们一种思维和视野。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啊，虽然可能呢用的手法不同，但他们有的构思和想法，确确实实值得我们大家比较应该重视和学习。一些愿望哈，毕竟来说有句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就算你学历比他高，但是说不到人家，他有他的长处，值得你学习，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棋呢，总体来说，应该是构思还是很好。从目前来说，白棋达到了他的目的吗？这个棋。现在来说我觉得应该是算达到他的，为什么？因为他都走到外面去了，而且呢还有黑棋的一个配合，本来他走不动，走不到的。实际上他要的只是说的就是破坏你的这个模样，对，是哈。对，这个棋就有点不讲道理了，因为这个棋太厚。我觉得这个时候下一手，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要往这儿走，绝对不能往那儿，是走到之后这个厚了，是他也不能靠你冲过来，这个、其实是一个必然的下法。必须要往这儿进冲。那一颗子就是说的何必呢？因为你连贯了之后就不一样，现在往这儿贴呢，这个棋啊，挺麻的，怎么呢？它一张是全厚了，对这三个字跟这几个字比较起来，简直太薄了。所以这个作战呢，稍微的有问题。是，确实，这个时候就有点，这个棋是贴了也贴了。继续，这就走的有点累，我感觉有点累。像这样的棋啊，这个棋就是欲速不达。像这样一步棋走完，它长完之后你再压的话，这就有断点。所以这棋要忍招。有时候作战的时候要忍。走过来之后，你压的话，像这样的棋，如果有经验的棋手，看到这样的时候再硬。就麻木，直接断，一下又逆转了。一些棋就这样，对一步错，那就招招错。将来对这一下就崩溃了。对，真的硬了，很可惜没有完全的。实际上也就是黑棋到目前为止，就是说已经丧失了两个重要机会了，对吧？对。那第一个刚刚在这里该冲没有冲，让白棋实现了他的意图。第二个也就是在这儿有逆转之机，结果是。咱们这位韩国棋手还是挺侥幸的，我是觉得。当然，有的时候我觉得下棋好像图的也就是一个侥幸，断了。还是断了，这一段我都不知道怎么走了。那白棋就是现在就是说的黑棋硬了这一手，白棋有必要挺吗？有必要。这没办法，这棋这是一个相关的那个手，因为这棋如果你不走，现在站到这儿了，多了这一个子，这棋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异了。如果没有这个子，有可能人家直接加就把你加死。这个棋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有的时候呢，原来我说过，我说这个棋的游戏是一个战略游戏。然后是什么游戏？其实呢，这个也是一种严谨的一种动静相宜之间。对，一个严谨的一种。对，断掉了。删掉了，现在白棋就有点苦。然后说到这儿，我说到这个游戏啊，我突然就想起一件事儿，这什么呢？就是最近呢、
我们这个次运会啊，又增加了一个项目，嗯，是什么项目呢？是五子棋项目啊。你应该知道吧？嗯，那很早的时候在中央电视台放过一个五子棋讲座，是，但是呢没有宣棋。我呢一直就认为五子棋就是一个很无所谓的东西，就是说它能不能成为竞技呢？啊，很后来我无意中啊接触了一种民间的职业棋手，是国家认定的是民间棋手啊，知道吧？哎，我接触了一下这个五子棋啊，哎，感觉完全不一样。它跟围棋的那种这个，当然是围棋的文化各方面，五子棋是完全不能去比较。对对对，它是一种快餐文化，对对，快餐式的东西，但是确实也有它的魅力。啊，比方说，我当时就说，它这个棋种。就是一个严谨的棋种，嗯，我们这个棋虽然也严谨，但是有的东西呢我可以允许你出错，嗯，他那个棋是不允许你出错啊，所以说很锻炼大家的计算力和超严谨的一种思维啊，模式啊。原来就是，我们再额外说一句啊，就原来我觉得如果我下得好的话，你再怎么高，嗯，我们俩都会打个平手，就是说你也不可能称五个，我也不可能称五，嗯嗯嗯。但是呢后来我接触的这些职业选手，我就完全把这个概念完全颠覆了他们啊。为什么呢？只要是黑棋下如果没有进手的情况下啊，黑棋下是必胜啊，怎么样都胜。而且我在学的过程中间呢还学了一些技巧哦，所以说跟你要交流一下。对对对，那我们 也跟着就是好好学习，所以说呢这个棋啊，哎，严谨的东西啊，它实际上呢在很多方面它都是有共鸣的，嗯，对吧？对，嗯，那也就是说该当严谨处，尤其是细节上面，对对对，时机上面，嗯，就必须要讲究一下。你看这个长就是问题上，这一长之后给对方一个喘息的机会把它打死，嗯，然后呢这你再冲我就退嘛，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黑棋必然的应该长的上啊，所以两个人其实水平呢都有一定水平，嗯，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变成水手，对对对，好像是，哎呀，你看那个他是不断的，嗯，白棋也没有去打。好，好，我们来好好的享受一下他们那个一种快乐的感觉。对对对，乖乖。嗯，他这个棋的目的啊，嗯，就是说他这个棋的目的性是什么呢？嗯，就是说我看的是一目了然 啊，就是说他这个棋的目的是他藏着，他担心你压死他。嗯 嗯，他的气已经很紧。嗯，他贴这个然后拐这步棋，嗯，目的是要把它弃掉，嗯，做一个引子让你不吃，不得不吃啊。对 对，然后呢在空击这一块啊，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下棋啊，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水平你在网上如果是一段也好几段也好或者五段也好，嗯，几段也好，就是有一点你去看高你两个段位的选手的棋，嗯，你有的时候可以还能勉强能感觉得到一下，嗯，但是如果说层次再这个，你可能就觉得，哎，有些棋确实看不懂，太远了哈，看不懂，嗯，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思想性，嗯，就像是，有一段时间呢，我去看那个，看李昌镐啊，包括现在这种古力他们的一棋，嗯，因为我现在做教练嘛，嗯，所以有些下法呢，我能感觉得到，啊，我如果因为我现在不是说运动员做静下心来去做研究，知道吧？竞技，嗯，所以说呢。我有的东西我一看或者一感觉，嗯，很有的时候感觉是琢磨不出来，哦，这就是层次的差异，嗯，这个也是挺有趣的，嗯，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呢，实际上就是说呢，有很多棋呢看起来好像是大家商商量量下出来的，这盘棋我觉得我就有这种感觉，因为你已经指出了几个就是说的需要当机立断的地方，我认为哈，哎，不论你有再多么高深的战略，但是你该就是当断则断啊。对，哎，但是都没有，好像这边其实大家商量着，整个这个形势要往那个方向就发展。现在呢，现在这个棋的流向是一个处于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嗯。那我们呢就稍事休息一下。嗯。关棋迷朋友呢也
你替黑棋想一想，然后呢看一下这个棋双方的一种优劣的一种棋形的比较，然后是用什么样的招法，然后来控制局面。好，我们现在回到现场，我们看上半场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拐的时候呢他跳，对，跳完之后这个如何的去运作它，黑棋虽然压出来是很简单的一步棋，但是呢怎么样把它也揪住，不然的话他自己一个人的跑，然后这边白棋的空很大，对对，那么说黑棋原来获得的这个相应的价值的时候是不足以跟白棋相抗衡。好，我们来看一看实战，黑棋确实是好压白棋挺头进入，一挡五一，他这个棋就是要争得那个全局的一个主动。但是呢有一步棋我不是很赞成，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我认为是细节决定成败，就是冲完之后呢他用先王接到下来之后，然后这时候不要去保留了，压住，压完之后远一点跳，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因为这个冲完之后呢以后再贴住的话他顶住，这个有一个半个眼，半只眼，这没有眼，那么说就可以，把它牵制住。对。如果实战的这个棋尖到这儿来，先尖到这儿来之后呢，白棋粘住的时候，这地方眼形相当丰富。对，是的。就是没有揪住，就是最致命的弱点哈。是。揪住了。一下，这个拐住是很舒服的一步棋，对，强化了整个的这个，跳下来，还在。那现在黑棋获得一个局部的主动，你现在我觉得这个棋还是比较成功，但是呢这个时候应该是不要给对方喘息机会，现在这是棋形，这个为什么来自这个棋形呢，因为跳到这儿呢万一我不是对他还点一下，还有眼，所以这时候要出来，要逼住他，逼住他之后能往那跳，这个棋他很难受，对，实在是跳了。断后我又搅断了这个棋，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下法，就是说有的时候啊作战的时候并不一定说非要让自己做活了才能作战，他现在这个气很长，如果分开的时候然后再来跟你两边对，这也是一种下法，这种下法呢在王磊这种力战型的棋手当中啊看得比较多，见得比较多，这个棋还有一个下法就是往这打这个，他打吃你提掉就气掉了，然后你还可以这样打，或者单打这个他长打，是有打劫，打劫，这个棋段没，这棋就是没劫财，但是呢可以制造劫财，你能先打一个，他找一个，对，然后呢再打吃，对，提掉，然后再来爆破，对，白棋提掉，然后黑棋掉，爆破，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下法，黑棋也可行。对行了，对，这个段可能有点无疑，因为你先打一个是决心，这也是一个技巧，这个被他强行靠断了，我觉得白棋这步棋下得相当的成功，虽然呢这个棋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呢现在把它断掉之后我觉得是相当成功了，对白棋来说现在、对这一长，这有可能是胜负的一个转折点。
也是没办法。嗯，跳下来。嗯，现在就是大家都宽宽松松的杀了，给人感觉就是。对，现在白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它不需要演。嗯，你这个地方也做不了眼，这也做不了眼，还可以做成双活的，就干这个。对对 对, 对，嗯。而且我觉得他点这一手，反而把白棋走强了。嗯。啊。点了他了以后，自己被迫啊，再继续跳下来。这只能是反攻，舍大谨小了。所以这一段的话，没有注意一个结针的关系，很可惜。是，舍大谨小了。韩国选手给人的感觉就是在网上下棋，好像给人的感觉就是力量好像挺大的。嗯，对。对我原来啊，也经常有的时候还要带有一种民族情节上去，黑砍他们，知道吧？啊。但是呢，就是说，当然以我的水平和他们的下的话，我觉得还是我要好一点。但是就是说，以我们的棋迷朋友上网跟就韩国棋迷一起交流的时候，就明显感觉韩国棋手有些水平高的那种，就力战型这一块，对，特别对对强，对。然后呢，这个强呢，当然也包含无理的概念，对对对。我们这呢，就是融合性就很，融合性很强。有的有日本的本格派的选手，对吧？也有为大模样的，也有无理攻杀的，也有下的超外溢布局的那种，是吧？很多，对。是，韩国选手给人的特点就是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有点直来直往那种感觉。你感觉到没有？就是韩国和日本的那种国家很小，但是呢，就是他们如果去玩一个东西的话，就是你比方围棋啊什么。他们感觉到啊，他们都可以很专。对对。你像我们国家应该是博大精深，文化也是，对吧？然后地理啊、资源各方面，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有一种那种佛家还是道家的那种感觉，就是中庸的这种。有的时候呢，就沦为泛泛而言啊，就变成这种。是。这是在争冠装杯啊，就是前两年争冠装杯比赛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李贺，因为我也知道过他啊，知道吧？我也带他出去参加过比赛，而且呢，他也到我家去住过，就这个。他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是很不错的，但是呢，给我更加强烈的感觉是什么？是他对手啊，是李文珍。啊，李文珍去年在广州的时候呢，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达到了5连胜。就是说帮韩国取得了那个三国女子擂台赛的冠军。这次呢我们宋文慧是5连胜，然后呢李贺是3连胜，就输了一位选手，把韩日两边呢全部打下了。对。但是李文珍最后一盘棋，他表现出一种韩国特有的一种民族情节特性，就是说我们有网上也有职业选手在评棋，就是说下了100多手，当然这个棋谱我现在没看到，就说哎呀这个棋啊怎么下到这儿就没法下了，这再下就很丢脸很丑了，知道吗？但是李文珍呢，他坚持了200多手啊，就一直坚持，问他有一种信念，就是说我一定要战斗啊，我一定要寻找机会，就像一个斗士一样，我输了不是说我个人的失利，这种民族情节很有一种胜负心啊，比我们国内的棋手要强得多。有的时候情绪和这个棋艺啊是要混为一起，是吧？是，当然就是如果悬殊确实太大了，再弄下去有点耽误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棋很精彩的一个战斗，我们可以稍微摆快一点，因为时间可能有限。顶住了，顶住了。你这样，我来讲，你来摆，可以吧？这个棋呢，我就觉得啊，这走成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白棋完全达到目的。这一带危险了。这一带虽然安定，但是呢，白棋也是活棋，白棋靠一个是活棋，这有个棋。对。
还在相同纠缠里。嗯，现在就是苦苦挣扎。对，黑棋比较苦。对，黑棋当然比较苦。嗯，主要在关键的时候他掉链子了。挤出该当机立断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棋要注意安全，这个地方有挖断。嗯，这个棋要注意，白棋要注意，这棋有尖，有断的，对。好，白棋虽然棋下的有点熟，嗯，但是呢，毕竟是走的位，就是大方向是把握住了，这还是走这个好一点，嗯，就跟。单跳啊，不要去弄得那么紧，嗯，就弄得大家都很，对，都很紧。好，我们看看这个地方最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嗯，好。因为这个棋的生死，嗯，跟最后胜负是有直接关系的。有直接关系，这盘棋最后是咱们的这个坚住了那个韩国棋手赢。挡住，最后是韩国棋手获胜，是吧？对。好，我们再看一看，这他一挖，嗯，这个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反扑，这个反扑感觉到是很有作用，粘住，粘住，啊，粘五段，断这个还可以做活，它是断到上面，对，必须断上面，不断上面，嗯，粘。挡住一道活棋，他是一直这样走的。对，这个是基本功。对，这个棋活了之后呢，现在就成了这块跟这块对杀。嗯，挖，对杀，看，然后这要粘住，这个棋有点失误，这个棋一打是无忧劫的嘛，应该是直接粘住然后再对杀，这个对杀应该是白棋不会怕，白棋的外棋啊很长，对，最后这个棋你看了之后是最后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嗯，最后的这个是白棋是逆下去，胜六目，哦，胜六目半，哇，那这个棋很精彩，胜六目半，那等于是这个棋的对杀来说的话，嗯，对杀上全身而退了，对杀上可能这个，黑棋可能还就是把握了一些机会，我认为很遗憾，我们呢主要是前面也比较精彩，对，然后呢也无法能把这盘棋呢跟其他朋友呢完全的能摆出来，嗯，但是呢前面呢我们通过韩国选手。他的一个创新，我觉得包括我在内，今年我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虽然这个碰呢，这步棋呢，可能未见得是最好啊，对。但是呢，他展示出他的一种灵活性，还有一种战略性思考，还有一种思考，对吧？这盘棋呢，我们就为大家摆到这儿。然后呢还有很多棋友呢也打电话过来咨询怎么样去上我们这个节目，对，还有怎么样去通过棋谱来记，第一呢棋谱这一块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子邮箱，然后呢传递给我们，然后呢如果要说想亲自到演播室呢和我们一起来摆摆谱的话，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和我们编导取得联系，然后我们这期摆谱呢，我和麒麟呢就为大家摆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好，各位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